It is the biggest leap forward since the original iPhone. iPhone X 被称为地表最潮手机，只是买下去就要吃土了。该买 iX 还是 i8， 总让果粉好犹豫。科技部落客分享使用 iX 一个月的心得，从这五点来看，其实买 i8 就够用了。iX 号称 5.8 寸萤幕，比 i8 Plus 还大，但宽度比较窄，只是萤幕长度增加，看影片明显感觉变小了。iX 少了 Home 键，一开始会下意识点萤幕，习惯了之后就会顺手。戴口罩眯眯眼都无法解锁，起床看讯息也不能摸 Home 键，斜眼瞄一下内容，唉，好怀念 Touch ID 哦。iX 的刘海对使用完全没有影响，好处是一看到刘海就知道你用的是 iPhone X。布洛克觉得不用为了无线充电跑去买 iPhone X， 至于快充速度上蛮明显的。最后来说说结论啦， iX 和 i8 用的晶片是一样的，布洛克建议单纯想换更顺畅的手机，两只都可考虑，多想想再下手，不一定要买贵桑桑的 iPhone X。 财经中心台北报道。